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第四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对抗赛，中间一盘非常重量级的对局啊。对局的双方呢，分别是韩国的李世石九段和中国的古力九段。那么这盘棋呢，虽然是十番棋以外，那当时下的时候呢，李世石是2-0十番棋领先。对对对，那么我想这盘棋呢，可能对他们双方而言呢，是一种心理战的一种铺垫吧。不，很重要的一盘。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想跟我们的棋友呢，再重新说明一下，不然这个乱穿越啊搞晕了。比如我们这个是介绍他们十番棋的第三局啊，不是，这是招商地产杯第四届招商地产杯比赛的第二场，古力碰上了李世石，这个是抽签碰上的。恰恰呢，这盘棋下完了之后，大概10天之内，他们要进行十番棋的第三局，第三局是这样一个点啊。那么之前呢，古力就是最近连着输给李世石好多盘棋，这心情显然是受影响。所以在同样是最高等级、最高规格的这个团体对抗赛当中啊，这个比赛当中啊，古力和李世石碰上这盘棋，当然就太重要了。说实话是太重要了。没错。那么我们从这盘棋当中一些蛛丝马迹，也可以推测到古力对自己心态的调整怎么样，还有李世石他在想什么。了解到这些就挺有意思了。对，好，我们先来看棋吧。我们看棋啊，这个是李世石九段，是黑棋。是的。黑棋下一招是这个小目。这个小目。是。白棋那个。白棋下了这个小目。黑棋挂。这个也是挂，挂完了之后，古力单关跳。让李世石马上分头。这棋好像在他们十番棋当中下过。我觉得是吗？好像是这样，没有印象。对，这个打一枪换个地方。总而言之呢，这两位这个顶级高手了哈，他们都喜欢不拘一格。是的。要说不拘一格呢，应该说这个棋界最近的十多年以来是他，李世石扛起了这个一杆大旗。就是不拘一格。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个确实要感谢李世石。那么古力呢，很快跟上。那会儿他们都很年轻嘛，十多年以前。所以这个棋界的这个变化的轨迹啊，一点一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好，现在也是这样，不拘一格，下成这样，白棋下一招是挂角，挂角，小李进家，然后白棋是靠三三，黑棋拆二，然后这个时候他逼了一个，对，这边逼住，很好，黑棋拆三，然后白棋顶，是的。这个续盘阶段一招一式背后故事都很多哈。我们大体上续盘阶段把这些招法略上，把它马上吧，这个结构先出来，这个结构就是下一招挡下去是吧？对，古力呢先把这个脚上全部走好，把拳头先转起来。那么李世石呢这边呢一般来说需要补一个是吧？对。他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补法。一般来说，小球第一个是双拆二，这个是个补。这是很普通的，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应该说。但是第二种呢，李世石这个富于变化。小飞，这补得更进取一些，可以。对，进取一些，这一代他就打算从此以后永远不补了。你要打进来，我就往外跳。就跟你战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下法，乔丹云，就是在这个格局当中呢，有一点是非常实惠的。所以，黑棋实际上点三三啊，也是非常。很想抢这个，很想抢啊！因为这个三三现在白棋不可能切断你，它会让你连上。就是说白棋挡，然后二路扳。对。那么基本上他会拐一个，因为现在扳下去的话意义不是很大，人家这个结构还不错。对，那边掏光了。对。他会拐。大概会拐一个。这一步呢，既有实地，同时由于和这一带形成了联系，它还有根，有了根呢，就使这个结构啊，原来觉得比较弱的结构呢，现在变得有一点。可以可持续性发展的意思，是吧？因为你把我打破了，大不了是破我的空，而我一旦发展起来，还可能有些空。是的。关键本身那个就25目以上，非常大，所以本来这个也充分可以考虑。你说他这个逼住眼里，普通的下法跳起来就是了吗？没有，他普通下法是这样，这样呢白棋效率还比较高。他还有抬杠的下法，他走这个，这个跟中国古棋的意思差不多。这个挺黑的。这个挺黑的，你走这个他就飞嘛。因为一定的时候他又不是不能弃，对，是不是啊？如果黑棋白棋在这盯着下，这个下得非常来劲啊，下了半天，究竟一下怎么变，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黑棋大不了弃给你吃了，他又到上边去了。是，
所以这个本来也充分可以考虑。但是呢，我们看到李世石，他实际上他是下的这个，他是补这个，他小飞了一个。对，那么鼓励下一招，打入，打入，在这儿。这上面的定式显然还没有完成呢，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对，这样呢看起来打入子粒比较多，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但接下来的下法呢是一个古老的定式，它飞压。这个古老定式背后有一招棋，后来有一招棋，很有意思，我们接着看吧。它长，白棋跳一个，黑棋一尖，小尖吃掉。那么鼓励现在碰，是吧？对，这一带当然。白棋，他下法就比较多，所以就碰打入也可以。黑棋下一招呢，如果你搬，当然他就反搬。这个碰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就跟黑棋说，你不小飞补一个吗？你刚好没引着这，我这这子刚好有力。哦哦，那很幽默。所以他有点要气他的意思。看看哦，我一看，刚刚好就是。是吗？你打出长完了之后，两边真子都有力。对对对对对，很好。这有幽默感，就是他三线打入也可以，来碰也行。现在呢，因为曾子有力，跟小李幽默一下，哎，对你这个解读好，这个有意思，可能就有这个味道在里头。那么他一碰，当然黑棋现在搬起来纠缠好像不太好，但是小李这个长呢，以及下边一招棋啊，我觉得他也在探索另外的东西，就是李世石他这个自由啊。他也在探索另外的什么呢，整个格局的配合，然后出现一个很大的未知的领域，一块，然后呢鼓励我们两个高度相知，我们来切磋一下。因为这个棋他今生今世都不会在这儿来补，他肯定不会补了，他不会补，但是要强化周边，所以后来呢他有一个配合，他是下的这个白棋跳完了，他就立马跳起来，他立马跳这个，就是既呼应这一带，这个呼应不是说怕这三个子受欺负，而是要形成破破烂烂的一个势力，那么这个破破烂烂的势力和这个地方的这个配合呢，这个里头也是他永远不会补的，对，除非你承认全部是他的空，所以总有一天你要进去，你要进去他就可以进攻你，他肯定是不会的构思，像这一代这不行，不是这么下的这棋，围棋盘上有好多就是什么，比如先后的关系，变成法嘛，先后它有快慢，我觉得现代棋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对于这个快和慢的诠释啊，他们一招一式啊，高手经常表现出来。你看这个地方就第一阶段是快，如果你水平不到，构思的水准不够，你哎呀，最后一看没有大场了，我又回去补一个，那这个真是丢人，这没意思。下的好像不太像围棋。是吧？不太像围棋，本来你应该是这样。而他们呢，现在都是在尝试着诠释这些内容。是的。这个我三言两语给大家汇报不清楚，但是我感到呢，他们年轻人在这些方面的尝试很有意思，尤其是这两位。对。顺便说一句，我还是觉得这两位比现在当今的年轻高手的总体水准要高一点，我是这样想的，供大家参考。对。行，那么他是下的这个了，是吧？是的，他跳起来了。那白棋呢，继续贯彻自己非常稳扎稳打的这个。他先贴起来，在这一带贴，这个有一个定式。是的，这贴下边一招棋，小李又是一个挑战。这个棋呢，照过去的定式，黑棋是要补一个的，跳一个，你一贴他一补，他不亏。哦。如果你没有这个贴呢，将来有一天白棋要弃子的时候，一冲一断，这里头是这味道很多。黑棋可以吃白棋，但是白棋可以利用这两个子的死子外边获得很多利益。那么以下有好多变化啊。就难以说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贴这个固然便宜了，但是你没有这个味道了，你不见得便宜，让你尖顶他就不利了，对，这是过去的定型，大致上会下成这样，对，这个大概从上个世纪1950几年还是1940几年以来，对这个定型就基本上有共识了，好遥远的年代，对，你一贴他一跳他不亏，是这样的，结果呢，小李在这儿就出现一个挑战，他不硬了，他不硬，他说你不是贴一个吗？我现在我的目标是要发展。这个右上这一带的阵型，先占大场、他走到这儿，这个，哎呦喂，这他走的已经很撑了，我觉得。对，这就是他的棋风啊，相当鼓励下得很鬼，是鼓励这两招也给我们诠释了这个围棋盘上一种时间的感觉。小邱，我觉得我们在咱们这个棋盘乐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围棋，经常只能说围绕棋的招法给大家介绍哈，很难有一个专题。来稍微啰嗦的阐述一下，就盘上这个时间这个概念，还有刚才说的好多具体变化，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很难。
你比方说它有一个什么时间概念呢？它一尖可以立下去。对，现在下边一招棋鼓励九段，不是说一心一意来想这些地方有没有棋什么的，而是中间飘了一个，这个棋也不错，下得好。对，黑棋呢直接防他，暂时什么棋也没有，小李就是直接防小尖尖住、关键经过这个交换之后，鼓励不走了。对，他就先搁着。他现在脱线了，这个时间的概念有一点了吧？还有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这个地方黑棋永远不干净，他总要补。第二个跟时间沾边的概念，还有第三个，他补完了之后，将来白棋有需要再走棋的时候呢，还有味道。这是第三个跟时间相关的啊，相关的啊，我觉得我说不清楚啊。那么它就说明一个什么呢？我们从具体的图例来说，本来你一招就补进了。对。这个主题呢，我想说，过去总结的东西还是有价值的啊，不能完全抛弃了。对。他一招就补进了，现在呢，你是没有走，你抬杠是没棋，是没有棋。但是有一天你周围受牵制，你行动不方便，你这个总不敢下吧？是是吧？其实如果说白棋真的想出他棋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说，可能现在时机不是很合适。比如说他先冲。对对对。你不是要断吗？应该先拖，好像应该先拖后冲。先拖后冲。对，我现在一走这个，他走这个了。我是想单扎一个。你要单扎。我就想这样下的话，黑棋他要怎么办呢？我不明白。如果说他打吃的话，我打完了打这个，很明显已经就这边已经对他，但把他干掉了。也许有挤。先挤掉。也许你脚伤很大。反正如果说白棋真的要追究他的话，会有一些棋。有一些棋，那劫财多。关键是他妙是妙在这儿。刚才我说到第三条跟时间相关的东西啊。你补在这儿了，相当于一人拿下一招，你补在这儿了，对，等于你花了一手心，你还是补了吗？等于你高兴了半天，不是还是补了吗？补完了，然后人家还要跑的时候，仍然里头有味道。就是主要黑棋这个挤呢是很损的，他不肯随便走掉。对对对，他挤一个等于说把脚全卖给白棋了，他本来是可以跳进去的，所以他不肯卖这个的话，那人家就有吃你的手法，团断你或者挤断你都有。对。这个地方呢确实不能花太多时间啊，但简单说呢，围棋盘上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盘上这个东西是一个问题，也许你解决得好，也许你解决不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环境的改变，这个问题它会变。这个味道经常要结合实力来说啊，你觉得简直回味无穷啊。好，这个地方只能点到为止啊，鼓励一飘，你试试一尖顶，局部不纠结，不走了，下在放在那儿了，两个人都不走了，不走了。然后呢，白棋尖了一个三三，对，这个三三大，巨大，这不是巨大。那么李氏十九段，他搬了一下吧。你一尖他就搬，你既然要围控，他就那个算了，不跑了，给你了。这个子我就算了。然后还是回到这儿来把这个补。他这个不走啊，走不干净。他心里不踏实。对，还是有味道。还有呢，这个模样，你凭空你让他扩张的时候，因为你这些不能下，那么你下一招只能扩张到这些地方，这个地方你被他再打进去，鼓励给你卷光，这招棋就不行了。你走在这儿的话，人家肯定会进学。本来可能还有点犹豫，我在想应该走哪儿，反正走哪儿都行。但是你这么嚣张的，居然走到六路来，那人家无论如何都要进去。双方还是要比这个。但邱丹云，你在我们在调侃人家这些棋或者这些棋的时候，人家说我下这个，你拦，然后把我们吃光了。那他力量大，只能说。所以有些时候呢，围棋盘上又只能是唯结果论。你说那么多都是虚的，没用。对。有些时候啊，可是我们觉得。更长远来看，它里头这些韵味更多，而不仅仅是唯结果论啊。没错。好，我们看棋，他补了一个，补了一个，我们发现他没有刚才这个好。对，他如果补成这样的话，就没结实了。对，这里头居然以后还有味道，这棋真是妙。因此，重复一下，古时候也没有太古啊，也就是50年、60年。说的这刀棋一贴你就补，这刀棋它是有价值的。对。李世石对他有挑战，精神可嘉，但是不是很好呢？还需要我们继续推敲，就是这个程度。现在的棋很多棋，他能不补他就不补，他先蹭着，他看你有没有招对付我。如果你拿不出招来对付我呢，我肯定是就便宜了。对，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水平的棋手来说，你如果说一个棋形没有掌握好，尤其我觉得像陈耀烨这样的棋手，他会把你折磨得很惨。会折磨得很惨，是，哎呀，有很多辩证法啊。但有些其实你被他折磨得很惨的时候，你干脆就不理了，他就没有那么惨了。对，真的是这样。这个给我们会下棋的朋友啊，
这个看能不能启发一下。有些亲戚很纠结很难受，但是你一脱先，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你只要敢于大龙也脱先，这个棋就肯定要长一段。好，看棋。白棋现在还是进去了，对，鼓励进去。尖冲这个比较简单，长一个，长这一飞也正常。好，黑棋飞的是白棋高拆二，下一招棋李世石下的非常棒。对，当头一震，这个棋形出现啊，立刻就变成邱丹云，我觉得就只有他们才能处理的问题。就这一代呢。白棋要抬杠是我脱先你也不见得吃得着我，那么黑棋呢说你再走一招你也不见得走得好，所以像这些地方这些问题啊全部变成枝节问题。对，他突然之间啊这个长袖善舞突然之间在这个地方弄出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是的，这个也很耐人寻味啊。嗯，好，不过白棋还是不敢脱先。对，看起来他跳了一个跳，下边这招棋李世石也不简单，鼓励一跳呢他也没有很好的功法，所以先把自己补好。嗯，这样右上角似乎是活不了了。白棋拐正过来，嗯，先要求出头啊，然后把自己的形状给整好。哎呀，这功夫棋他们也下得好。对，下边两招棋都值得研究，就是第一个是李世石这个贴怎么样？嗯，还有我们先看下边吧。长一个。对。接下来呢，当然李世石上边就务实去了。嗯，对，这个也还是可以吧。可是我觉得飞过来挺大的，还是中府，就是入府真正面嘛，师向下早就教我们了啊，高者在府，我觉得这个还是大。这个走完了，你看有一天你这个破破烂烂一封还有点空呢。这些虚空你别看好像没多少，但它要长起来，哎，这有十多二十亩了。哎，最关键这个地方很畅啊，对这个地方有牵制。后来呢，李世石对这个地方的处理啊太直接了一点，太直接了一点。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内容哈，我觉得呢，这个飞欲挺而头唱，且必连扳，这也是诗向下说的。这个棋形，你就飞出来嘛，很好啊。那么看李世石的啊，他有点拘泥于局部，但也可能叫务实啊。对，白棋挡了一个，白棋挡，鼓励挡住。然后下一招他尖。他好像看起来想把上面的空给他守实了，守实了，因为他确实，也对鼓励的这个力量有点担心吧，他觉得他了解，但是这个下法显然是小球，就是效率不是最高的。对，他想围控，同时盯着白棋的问题。那么这个盯着白棋问题，现在看来这里头有纠结，也是有文章的啊，就是黑棋要走的时候，一旦黑棋走这个，你白棋这个好形是不能下的。被靠断了，吃掉了啊！所以你这个地方就要补，你怎么补呢？你补这个眼位，它是有这个树哗啦啦，这个地方有问题，所以它这一招其实盯着你的，就容易理解。但是接下来它有另外一个问题，你虽然盯着它，你盯的时候它就走这个小尖，这个双方啊讨价还价的内容，搬起来，你最强是搬，一走再来一下，是吧？它要接，爬过去，你爬过来了，对。你爬过来，那当然白棋就得到机会补了。因此就看你这个棋啊什么时候走，周围条件怎么样，都有牵制。这个里头有很多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斗智斗勇啊，或者是讨价还价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呢都不如这个最清楚。飞出来，你这个飞出来，将来我有这个拐，是吧？还有您这个地方去动力气的时候，一旦他周围这一带有子了，这个地方他就可能强攻你。我觉得还是这个重要。对，这个但不敢下结论啊，就而且我也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棋。简单说来，点角是这样，点角他就飞这个，这个好像没有棋，活不了。但是他是不点角，但他走这些呢，那也不能确认说就能把它吃了。对，所以它里头变化就很多了。没有发生，我们就不能说，只能说保有棋。是的。那么李世石补了这个，我们感到下一招棋被鼓励走到这个。棋拐一头，力大如牛，走到中府这么重要的地方，我觉得是白棋有利。就我们看棋的时候啊，可能印象没有这么深刻，好像王老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飞和这个拐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拐和这个飞啊，在后保上其实区别很大。就是对于白棋这块棋的压力啊之类，就是黑棋如果飞出来的话，白棋上面敢不敢随便动，要打个问号。这不能随便乱来，这上面这块棋你就交代在哪儿，这回家的路还挺远的，对，不是很近的地方。但是他拐过来之后，首先这块棋基本上出头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管呢，黑棋还要伺机而动。如果说你长完了冲断，对他来说威胁不是很大的话，那这个管基本上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管还是很有利的一步棋吧，应该说。也是有好多连锁反应啊，骨牌小影，骨牌小，挺好。我们接着看吧。但是，作为顶级大师级的高手，他们偶尔有些棋也许要商榷啊，怎么样啊？但是那个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要获胜的一方，如果你最后没有那一下的话，你跟他们根本没法玩儿。什么占一点便宜吃亏一点，这些就没有意义。到后来是的，现在鼓励是占到了己所，但是如果鼓励没有以后鼓励的表现的话，那你仍然是对。如果你的计算达不到他们那种程度，跟他们差一个层次的话，你会发现在某一个局部的一接触你就崩溃了。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头，必须要搬。这个被白棋一跳就完蛋了。你看这个李世石很顽强，他也有预料，知道你要拐头，他就搬了连扳，然后他还脱先了，说你落于后手。你说他这个，他这个厉害不厉害？挺黑啊。然后黑棋小尖这个。小尖，你看，哎呦，这个要是对控特别注意的人啊，被李世石在这儿又拆边又补又小飞。然后还小尖，心疼死了，太心疼了，干着急。对，确实是这样。那么这棋小尖了之后呢，一般来说白棋是要挡住的。但是这个时候白棋会不会挡住呢？他要打一个问号。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李世石和古力的对局。刚才呢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就是黑棋刚刚小尖一个，白棋会不会挡住他呢？对，这看起来是要挡啊。对呀、哎呀，所以这个作为咱们第四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对抗赛第二轮的一个抽签的非常巧的组合。而同时呢又是他们十番大战，古力在这盘棋之前0-2落后。对，是的是的。作为前哨战，这盘棋其实意义非凡。没错。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接着我们看刚才所谓的，我觉得我没有完全表达清楚的围棋盘上一个时间概念的问题。好，现在古力下边一招棋长，他长这个，你看这个棋啊，就是时间和空间啊。如果最早是补在这儿的话，这一间是命令型，你找什么都没用。那个把冲断了，那怎么受得了？对，你必须打，必须得挡。至少是双先六目，双先六目是无穷大，而且它改善了这边。而且这个挡住之后，我觉得很不舒服，被人家挤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对，所以老老实实第一时间补也有它的好处啊。后来呢，他是确实抢了一个大场，但是最终还补回去了。对。他等于说还是花了，还是花了一手棋，但是他时间不一样。也许他刚才这个阶段这招棋更大，也许，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关键是还有后遗症。所以也是这个石向下过去这个说的叫凡易当真一招尽，就是有些棋啊涉及到这个尊严这个大义的时候要一招棋走尽。你看凡易当真一招尽有它的道理。对，你没走进吧？古人还是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对啊，你反反复复补补不好。你看他现在还要长。这个太有味道了。黑棋这个时候呢贴了一个。对，这个贴了，因为他现在连也不像话，人家这一步给他接到这儿去了。对，而且你这里面味道巨恶。对，他有一个变化是这样的，你可以冲这个，冲这个，你还先挤这个，那也得补回去啊。你必须接、啊、这个不能，对，你不像话、啊、他甚至可以先送给你吃这个。然后黑棋断，你断他就接上这个脚上没问题，你搬是可以吃，但他拐这个的时候，他问你，你补在哪儿？这有点受不了。对，职业高手来说受不了。你补在哪儿？你看，你说我补哪儿都是补哈，他就问你，你补哪儿？你说你补这儿，将来他尖先手。然后他一拐，你补在这儿很怂。你说你补在这儿干净，待会儿帮这儿还有一拍，这一飞你动不了。所以这拐头难受，就跟这个拐一样。是的。那么没办法，这个地方李世石居然只有跟着贴，这个贴完几招，哎呀，我们一看，就这个地方很能够让人感叹感慨一会儿的。白棋挤一个，古力又一挤，他这个不能动，只能接。好，人家再一藏，这会儿发现他尖了半天，当然很大。可是呢，白棋是最有尊严的方式。吃掉你两个子，把这个补了。
那他这个兼我觉得挺失败的。但是他有他的难处。他不兼被白起兼。没有，这里头有棋。哦。你不兼他搞不清楚，你如果不兼这个，哎呦，他说我就丢个石头试水深，这是怎么回事？是吧？你要怎么吃我？因为你走这个，你必须要走这个嘛。是的。所以他即使是这个地方点你一下，你都讨厌。嗯。他反正不花钱，到敌人后方去，你怎么办呢？嗯。他这个有道理的。好，这个地方鼓励下的漂亮，这个地方没有力量，没有计算。没有感觉下不成这样。嗯，确实哦，黑棋又压了一下。嗯，你长。长。嗯。由于这一带有子了之后，就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拐啊，它的效果会越来越长。就不一样了嘛。对。你拐它就尖了。因为这长冲断没有用了。冲断没用了嘛。啊。然后呢，这个黑棋最恼火的一点是，他还得底下赶紧补棋。哈哈，对。你要不补棋的话，被人家一立，或者人家先尖你，人家立完了尖你一下，你这局部没活。没活。你看，就大家摆一个幽默的棋形，太生气了。嗯，接上。对，这个拖就不说了，还得尖、嗯。小尖一个、嗯。等你挡的时候呢，我再搬粘你一下。没有，你再直接发站立。单立可以连回去。这不是全部连回去？连上。一个点都没有。这个很幽默。这太生气了。对，一个搞笑的说法啊。谁让你说的搬接是对的？其实那当然立也可以连回，他要吃的话也只能这样吃。哎呦喂，这没活啊，简直太惨了、嗯。然后人家回头再接你一下，你变搭眼去了，在这儿。这个眼做不出来的。嗯。你走这儿，他一靠，你没有眼。很惨，嗯、就这个意思吧、嗯。所以呢，下成这样，黑棋必须要补。这个棋下完了之后，王老师告诉李世石一下，这个诗江夏以前就这个棋形是怎么教的。翻译当真，一招尽。对对，嗯，他肯定很恼火，这棋形居然下成这样。嗯，白棋跳一个，然后他又尖一个。这个尖，李世石也很难受，但是必须尖。对。他虽然官子利益有、嗯，但是这一带味道卖了，对于高手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他帮白棋全走后了，关键是，他这个头啊，由于他这尖掉了之后，白棋这个几先手，你这一带全走不动了。嗯。所以你别看他二路这好像是尖到了搬粘到了目数便宜了，但是上面区别很大。对，下到这儿啊、嗯、这个棋我觉得吧，下到这儿因为都是顶级高手嘛、嗯、这几招下得不舒服，下到这儿可能李世石都有想认输的心情、嗯、为什么呢、嗯、因为他过去有前科。对对，他年轻时候就是下了几招之后、嗯、不管多重要的棋，他自己的个人赛嘛、嗯、下了几招感觉不好就认输算了、嗯、他也很率性的一个小伙子啊，下得有点别扭的。对，这个棋输赢还早，但是确实形势应该是白棋稍好。嗯，关键是别扭，这下得不舒服。对、嗯、那反观我们古力呢，这个石帆棋这个前两盘被告的不爽、嗯、因为对手确实是高手，太了解他了、嗯、那么这盘棋如果把这个心气儿调一调的话，这个价值可能就不一样了。哎，价值很高。好，这个棋要说胜负，待会儿我们一数控。其实黑棋人家也并不差啊，对，他是爬一个还可以。嗯，打算是不是这个也尖了？对，现在尖掉了，因为现在已经成控了嘛，就开始守控、嗯、然后再一飞。这会儿我们再一数控，你发现你要说白棋赢了，人家黑棋力量强的人就噗嗤一声就笑了。来数控，这个地方呢扳接基本上算是黑棋的权利啊，白棋要数控，数末数呢应该规矩一点，就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七、二八、二九、三十，这块棋三十目。这个挡是先手，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四六、四八、四九，差不多五十目这两块，六十目，中间有一点点，六十目。你要说你的外事，人家说我一点分，你是怎么回事？你说他说你没目，六十目。嗯、那么黑棋这一块呢是二三十三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十五目，嗯，四十五目，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十五目，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然后这里头究竟世界上谁怕谁，到底是谁的目还不清楚、嗯、所以你不能断定说你黑棋形势就劣势。对，是吧？这其实还是能收的，能收，但是确实呢，从进程来看，毫无疑问是白棋好。没错。还有呢，别的地方你千万不要给我打劫，你要打劫，我告诉你这里头就没完没了。然后这儿还有好多劫，第一个挤一个，再挤一个，全都是劫材。对，嗯，综合指标白棋占优没有问题、嗯，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一锤定音的实力的话，嗯，这个棋他给你下到天黑去，你不见得赢。对，确实是这样。
关键这棋优势跟能赢下来啊，这是两码事儿。很多棋都是优势，都赢不下来。对，很精彩，这个很精彩，这个确实。下一招棋不愧是古力，说实话，当时我在旁边看，对这个棋我都没感觉，不知道应该下。对，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一线，就是入箭宜缓嘛，怎么样缓进去？他下的是这儿，他是这儿，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古力。这招棋一下，我觉得李世石知道这盘棋可能不行了，这个叫入木三分。其实他也是经常，李世石也是经常这样弄古力的，对，也是他很擅长干这件事。都心一箭，他也经常干这个事儿。哎呀，他们两位确实是好对手，这招棋漂亮。黑棋那么多子，就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他不下也想不到，但是他下了之后就觉得这黑棋的棋形原来这么薄啊。对，我没有发现。给大家报告，看见这个棋形，我一下的反应就是这种入箭一环。是啊，慢慢这个安步当车，把他那个就空破一破。对，然后盯着他的味道嘛，你看人家是从这儿开始。对。他要揪住你棋形的弱点啊，而不是这么慢慢的入进去，因为他觉得你这个棋形是薄的。你是薄的，啊、你这个首先你不好意思补这个啊，这个太就算你补了，他下一步一靠你没得动。这个跟刚才不一样，刚才你靠他还可能翻嘛。是。现在你要搬他就咔嚓了。对。这个下法又不一样了。好，这个李世石下最强的，这两位这个棋非常精彩。这个是最狠的一种应法了，确实。然后古力这个子还拉出去，确实好对手他们俩。因为什么说黑棋这个棋形很薄呢？主要原因是因为白棋两边非常厚，在这一带黑棋没有任何先手，所以说它的棋形是很薄的。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关系。那么现在黑棋搬了一个，对。假如说白棋要搬下去的话，它是不是就断了？对，是啊，就这样。然后要走这个的话，他就拐打一个。他搬这个了。哦，他搬这个。先搬这个。这个搬这个基本上你得硬，这个拉回来太大了。这个拉回来不得了。比如说这样。你都还硬，那就出人命了。这要拐打把你夹死了，对不对？他不用夹，跳。哦，跳在这儿。放长线钓大鱼啊！这个很清楚。但是呢，这又是一个，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第一时间他一走，这个你一硬是没有棋。对。但是你和。之后过几个时辰是吧，还有和周围的棋子之间形成联系了，这个时空概念就有了。对，就是看挖掘一下，因为我觉得围棋盘上这种时空概念啊，它是有的。我们围棋真的是包罗万象，可以描述这个社会上自然界的很多事情，但是确实你很难找到一个非常明白的这个表达方式，一说大家一听哦是那么回事，很难。今天我们在这试一试，就它这个时空概念。好，直接走不行，那么间接的怎么样？接着看，很有味道下的哈，白棋先断打一个。这个真漂亮。接上，然后再翻吃你一下。翻吃，这明显吃不着啊！对呀、啊，黑棋当然是这不是要跑出来吗？对，不吃不掉吗？怎么办呢？再断你一个，三角形断。这个我觉得就是。白棋好像想一种组合出来，然后把黑棋给收拾了，就是收拾了，因为黑棋已经是有待收拾的情况。哎呀，真棒！打吃，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对，他先冲这个。对，我看他的次序啊、你这个必须挡啊，不然他冲花了，然后再从那个斜刺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当然一看总是要长的了。对。但是长完了被人家再一冲怎么办、他这个也可以先断掉吃了。然后哗啦啦再一冲。这个、两边一组合，哗一下冲出去，真是有劲儿，漂亮。这看起来黑棋已经无法收拾了，现在这两个子现在跑不掉了。对。你不管怎么下你都跑不掉，你想回头已经回不了头了。没头了。你走这儿，那冲出来。苦海无边啊！回头也没有岸。你以为把人家扑死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还要啊，他还可以要，好像那个哇，裘丹莹在这过瘾，我觉得他不行，他还拐一个，然后你搬不下去，因为人家可以断打了，把你断掉，所以说黑棋根本就不行。对，你现在想吃人家棋筋都吃不掉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拳，一个组合拳，但是很难，也是你刚才说这个方式，就是摆出来的时候很简单，对。但实际上呢，它
天上下着雾霾的时候，雾蒙蒙一片，你什么都看不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嗯，啊，那高手一点这招棋，哎呦，点在那儿，这龙就飞起来了。对，原来他是这样下就已经可以了。漂亮。但是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嗯，也不一定赢。接着看，黑棋小尖一个。黑棋当然李世石知道，他早就算。他只不过没有办法是什么哦，鼓励你今天这盘棋你倒是都会了啊，他只不过是这样想的。同时这因为是团体赛嘛，对，啊，不是个人的问题，所以要努力。这个棋没有那么糟糕，胜负还没定。白棋把这个抓了，这个白棋下的漂亮，哎呦棒，这个哇，砰的一声可以听见，这个拔掉太棒了，这个感觉心情很舒畅啊。对，拔掉两个字。还是那句话，高手之间对决有得失，有优劣。但是要说胜负，你等于你很早以为下次这样你就赢了，那你太年轻了。嗯、挡一个，白棋拐回去。现在黑棋呢没有办法把它切断，只能回头把这个扑死，不然人家把你断死了。对。那么最可恶的是白棋居然还能断到这儿不？对。这是黑棋比较生气的地方。比较生气，下边仍然是一口干，好像这个都不行啊。对，还是不行，走这儿。搬下去的话，那断打完了，一包打就行。一包打，滚打包收，一口干儿，这不行。好，我们接着看。那么他只有吃这个，吃这个黑棋官子还是便宜很多，因为他还有个扳嘛，对，是吧？你一吃再一吃，是的，有官子有劫财，黑棋有、还是有收获。只不过这个太漂亮了，这一把中间的问题全部发生了质变。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黑棋小尖一个在这儿。嗯，哎，这个还要小尖。对。李世石是不是上边什么地方交换了一下？我看，他立刻就尖了。对，他现在就是尖的，就是尖的是吧？啊，尖。那么白棋挡着叫吃，白棋打吃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要尖呢？因为他不尖，他很幽默的，他吃你，你总而。不知道。你看，你如果提呢，有可能损一目。对。而且呢，他这个当然也可以连上，是吧？他也可以连上，你有可能损一目。那你走这个呢，显然将来这个如果有头也许可以不补，但是更幽默的是走完了之后您这块棋是怎么回事，它变成要后手补活了，这个线没活呢，而且我们整体看的话、现在怎么这块棋看得这么薄整个都没有活在看着，他们这个棋有意思。好，所以李世石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补一个、同时关照一下这一边。对，那么鼓励叫吃，这个是先手，就刚才我们算目就算，但是李世石强行脱先，压了一个在这儿压，白棋跳，白棋现在就跳啊、嗯、没有，白棋现在是不是压到这个？哦，他压到这儿。对，鼓励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劫了，现在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棋局的脉搏了。嗯，压这个是先手，那个是黑棋总是要走了。对，这个时候无论怎么看都是白棋优势。这一扳你不能动了、你只能退了，是吧？这还扎一下。先跳刺了一下，挡在底下。啊，他是先跳刺的。先跳刺是你硬手，你也可以接，你接呢，将来这个地方的味道差一点。是。这个地方的味道差一点，所以呢，李世石现在是寸土必争，那么他扳，你退，是吧？小尖一个。然后小尖。嗯，但是这个也是双刃剑啊，你不要下得太高兴了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嗯，好，这个又盯着他断点，你得补啊，李世石不得不忍，是吧？忍一个115，白棋116，刺，这个地方刺一个，是吧？啊，刺了一下。啊，这是后来刺。他后来跳了一个。啊，116是不是这。啊，他点了一下。这个是白便宜的，读秒的时候啊，这一点对方还嗷嗷叫，最后必须下得很正确，可以吃，但是里头劫财很多哈，嗯，这点很重要啊，一招一式都很重要。嗯，然后他跳，那么李世石，你这个总得补完，不补这块棋没活啊。不然这一立下去的话，这底下是一个打劫过。对。那整体这都不活，所以他还是要接回去，在这儿。然后白棋这是不是靠一下？嗯。挡住。很有意思的棋啊，然后是不是这扎一下？这扎了一下。嗯，接上。哎，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要数控呢，现在是白棋稍好一点。哦。但是考虑到外边这些潜力，嗯，它的力量关系是白棋占优。对。所以白棋的优势又比我们形势判断得出来那个结论的优势啊要大一点。嗯。他接，是吧？黑棋接住了。嗯，124，125。
下面一道棋是好手，这道棋确实要对古力感到很佩服。小尖一个，看起来像单关。你看这有一只眼嘛，这下边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先手眼，而且它一收这个还很大。嗯。所以你平常要是这个扭扭捏捏这样的棋还下不出来。嗯。那么古力这一尖了之后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促你定型，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第二个呢，有一天他这个又尖回来了，你说他幽默不幽默？这尖回来碰的是先手，六目以上啊，而且马上这儿大伸腿。嗯，是的，这大伸腿这黑棋已经死了。对，吃掉两个子是要怎么活的？我不知道。哎，所以我觉得这道棋我看着觉得很不错。嗯，小尖一个。嗯，而且呢，现在这块黑棋，那是不是得做眼啊？做眼，对，接下来怎么活呀？对，他就让你活嘛。嗯，按理说你这个象单关，你哪怕和人家这个交换你也亏了。嗯，但是仔细品味这道棋好。啊，因为待会先手把这个捡回来。是啊，先手将和这个交换的目数呢便宜有限。嗯，但是毕竟我三个子没死啊。啊，还可以先挤你一下。对。嗯，我用小尖的。先挤，对对对，先挤好棋啊。行，那么李世石现在他不会俯首贴耳的自己做活。你这太他一定要考验对方，对，是的，让他跳跳一个，这也是好棋。这也是好棋，嗯，就是威胁着你似是而非的威胁着你这一块儿，嗯，这个棋形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后来发现要大龙对杀，这个也觉得不可思议，以为就收收官子，两个人和平解决了，就看最后谁空多呗。这个空的概念很难，因为这段有潜力，对，白棋有潜力。这白棋基本上白棋压全部是空了。对，白棋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一带呢，它可以立。黑棋接上，然后他可以单挤这个，你说，或者先挤这个，嗯，对，对，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行，接上，嗯，然后走这儿，再挤一个，这挤便宜不便宜不知道，嗯，打吃，接上，接上，嗯，他是这样一个，下法之后呢，接上。然后呢，这个走不走呢？这个不走，这可能不走。就比如说压在这儿就够了，贴就够了。这一线全都沉默了，你压完了，你至少是搬不进来的，这可以肯定。嗯，你最多就尖一个，尖一个人把你靠住，这一线全都是木了。对，所以白棋的木还是挺大的。数字的概念给大家还是建立一下吧。这对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十六，四七四十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十七目，白棋只要有六十目，就可以赢半了。六十目，这个地方呢是，你一扳他一吃，你一吃他一提，你一度过他一吃，他是二四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如果这个压过来的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这已经四十了。五十，五二五四五六五八六十六二六四六六六八七十。那好多了，这个关键是盘面都不会差。还有这个地方的。对，他只要这个地方稍微硬一下，但是呢，他能够强还是要强。毕竟所谓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嘛，我跟你不是下这一盘棋，今生今世我要跟你死磕啊。所以他要下最佳的下法，而且呢，这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很强的话，你最好选择最强的下法，要不然突然发现这棋又是没又、对，没有那么大，一会儿就发现 不是很好。下围棋很难，就是作为这个职业高手，就是怎么说呢？职业高手很难。对。还有，如果你下棋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胜的话，你会觉得围棋很难。对，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如果胜不欣然，败亦可喜。那么你怎么下围棋都很高兴，很好，是吧？如果你盘盘都想赢，每一次你都证明你是对的，那这个人就很难了，做人就很难了。好，我们接着看吧。白棋现在先在这儿鼓了一下，鼓是硬手，这也是好棋，能挡住。哎，接下来的棋非常精彩，鼓励这个棋，这盘棋状态太好。他计算得很精确，他先打在这里是有用的，对，是有预谋的，因为这种棋形多半是打在那儿的，跟待会儿目数有关系。对对对，打这儿这招棋是有用的，精彩变化。对，而且他现在鼓呢，黑棋也不可能从这儿爬过，这拍下去很不舒服。对，那还不知道硬在哪儿。没有，现在白棋就让他爬过都好，就让你爬过也是白棋好，但是他就不，他打下去，我跟你不是下一盘。他既然打了这个，那他肯定是算清楚了，我要打下去。要不然他不会打这儿。对对对，后来就居然白棋生命危险啊，这个完全没必要的这棋。
然后黑棋小尖，我觉得非常好。哎，这个看得很清楚了，双方都看得很清楚，很容易看到了。摊牌，这个确实，他们俩这一下，我还真是想着，当湖十局当中，范希平和施湘夏那种棋了，就是彼此高度理解，然后尽力配合。哎呀，下得好，然后拼命计算。对对，无事生非，没有棋的地方有，后来有棋了，非常精彩。黑棋鼓起来了，在这儿。他是这样弄断他的，就是把他顶断，然后在这儿是顶，顶这个，白棋先搬一下。哎呀，精彩的次序，这搬好棋啊。那现在只有叫吃啊！如果你这个稍微一随手走到这儿，将来走这个就可能有变啊。对，就可能有变，是的。他就是先搬，那么你必须吃。现在没有变化，必须接。乍一看，这锄头一挖，完了，这棋又。被你试试，被吃掉了。这个大尾巴狼被人家吃掉了，那还怎么玩啊？好，我们看，鼓励叫吃，接上。他接这个。好，现在这个就这哇，这下五子棋不知道赢了多少回了啊！这多少个鱼形断了，这个可不是进去了吗？里头的变化好啊，他扑，他现在扑吧？对，他先扑的，进入白热化阶段，现在。提。这个再叫吃，这个劫没法打。因为一旦白棋打胜，目数黑棋巨亏不说，这块棋进去了。全进去了。是的。就冲出来没用啊。抽不动，现在。那么接上。白棋爬一个，在这儿。哇，这个爬简直是。突然发现那儿是有棋的，你并没有把它吃掉。这个棋很妙啊！不要以为你是快一气。来，他一叫吃。黑棋接上。接上，这个非常精彩，叫吃。下边一招棋，黑棋该提还是该长？纠结的问题。纠结纠结，这个太纠结。如果说黑棋提掉的话，白棋是不是立马要打上去？立马，那就来吧，练劫，练劫。只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地方的劫材都是很好的劫材吗？我发现。现在啊，如果说被断了，这块黑棋能活吗？这个问他们，我觉得最直接的劫，只要有一个劫过的话，这个劫就行。这个就可以了。好。那当然，这个很纠结啊，不知道走哪里好啊。这个围棋就是双方扭杀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物质真的是不一样。对，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物理化学的变化都有。这个棋子紧密接触的时候。好，他不知道走哪儿好，但只有走这个，走这个当然也很严厉了。那么白棋侯这个，这个侯呢，眼看刚才明明差一气的白棋，现在变成打劫了。而且这个劫还有点意思，邱丹云，你说他要打劫，他只有走这个。对，哇，走这个，这个有点盯不住啊。走这个，我看是不是就直接干这个吧，缓一气劫，就干这个就行。一提，好像这个就行吧。这是一个现成的劫材。你刚才要没这个打不一样啊。对啊。这是第一个不一样吧？还有第二个不一样，我们接着看。所以黑棋现在就在犹豫，这个不能走。这纠结这个劫，对，怎么办呢？这究竟？那么一粒，这一粒没有劫了。但是李世石看的是您吃了我一个梅花五，你就活了吗？你不是死了吗？不是死了吗？没活啊！哎呀，这个棋真是太妙了。我们接着看吧。现在呢，黑棋，它，这个棋叫……它没有活，它自己没活。而且他要活，他不能耽误白棋活，他这个很纠结。此外呢，你看他首先走这个，人家就有一个挤，你接再一冲啊，这个地方还行啊，这样他可以，这样可以。但是脚上白棋有这个，他有个挡。对，你只能提吧，他度过。你要杀他，只能走这个吧。大飞。大飞，他好像这个就行。小尖靠一个。这个就行。这个好像黑棋已经无法抵挡，你只能退，因为你不能冲啊，你冲他走这个，是的，对吧？所以你也不能挡啊，一挡他一鼓，这个接先手，那你只能退。哇，邱丹云，我们来个漂亮的手筋组合吧，这个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下法变换次序，结果是一样的啊。这个行不行？你觉得？这样好像也行。他接上，然后黑棋接在上面，你必须接在这儿吧，来吃，是这样吗？你接他在铺这个吗？是这样吗？这样不行吧？
一提。嗯，您刚才可以选择一个简明的变化，就靠完它一长，您单弯一个不就行了？单弯一个啊，单弯这个就行啊。对对对，好好好，这个简单。走这儿，好好好。这它爬回去，我弯直接把它冲断就行。啊，直接冲断行，要妙一点就下这个吧。对，这个像手筋，单下像手筋。我们这个复杂的变化看不清，选择一个简单的变化。对，这样它里边虽然有一只眼睛，塞不进去。嗯。好，了解了这个变化呢，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图形当中啊，只要白棋一挡，它脚上有只眼，对，有只眼加这个地方不就活了吗？是的。好，所以黑棋就不可能有机会来走这个。嗯，所以他就在上面拍吃先，拍吃的时候呢，白棋很那个妖精，先刺他一下。你要不要吃我？对，你要吃我的话，你得破我这个眼，要不然我一团我不活了吗？在这儿，对，那你下了半天就亏飞了，底下全死。那么黑棋呢？他说我要吃你，然后白棋一冲，就是按照正常来说呢，黑棋应该是粘上，对，要粘上啊，嗯，然后白棋粘上。那么这里面就形成杀气了。杀气，嗯，但是杀气有一个问题，就是白棋它是一个大眼，它提掉一个梅花五，我们给大家试一下吧，就抓成这样，抓成这样，对，它抓成这样，就以后不管你是走这儿还是走这儿，反正一人一个，嗯，但它是一个直三的形状，它是一个大眼，但是黑棋它是一个小眼，它只有一个眼，啊对，所以这如果攻气全要黑棋时候，那就完了，对。那个当然脚上还有，哎，对，是挡是先手，是的，就是他挡了在街上是先手，嗯，所以是的，这个棋实际上下到这儿的时候，李世石是已经不行了，不行，他早，嗯，我估计啊，李世石是性情中人，他早就想认输，就这个棋他虽然没输，嗯，但那个别扭劲儿在那个地方下完，那一尖完我估计他就想输了，没错，嗯，那么下到这步棋的时候，就执黑的李世石九段中盘认输了，嗯，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古力九段直白中盘战胜了李世石九段，嗯，为这个十番棋的第三局打了一个好基础吧，应该是。虽然是两个比赛，我看有说这个有棋友说，就是说他最后这棋好像还能下，但是我们觉得这棋实在是不行了，所以他才投了。对，他主要是说黑棋不用强行去吃白棋，嗯，出棋，哦，那个棋还可以下，嗯，可以下。刚才也给大家判断了，嗯，就是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古力面前这个棋不行了，而且难受，下得非常难受。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